认识过多少，才不会被现实看到。只是相爱很难刚好，陪着你就好，这样不算打扰，还依然听到爱你很久清晰的心跳。那一份爱放在我心里变成了心事，就一直在你身边围绕。我依赖的你可能都不知道，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，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每秒，爱过的人现在应该都很好。记忆它如诗如画的线条，镌刻出某段青春的寥寥。我害怕知道，又很想知道你现在好不好。依赖的你可能都不知道，一分一秒对我多重要，生活不过是你陪我走过的每秒，爱过的人现在都很好。爱着的你应该都知道，你从未缺席过那些美好，原来你才是我一直珍惜的每一秒，我答应了你就会一直都好。洛初的情况呢，丹丹也跟我们说了，我觉得到了我们该出力的时候了。我们不是轮流去看洛初了吗？我想思义的意思是，洛叔的手术费那么高，我们大家能凑一些就凑一些，这也许是对初瑶最大的帮助了。你俩呀，还真是心有灵犀，一点通啊！滚！洛叔这手术住院都不是小数目呀，而且往后复健还得源源不断往外花钱。凭我们跟洛叔的关系，那是要同甘共苦的。这个时候，咱们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嘛。尽力而为，不强制。我呢，准备了一张卡，密码是我们公司的 WiFi， 我的已经放进去了。你们凭心意往里存点，我最后一起交给初瑶姐。哎呀，哪那么矫情？强行摊牌我也认，当时分钱的时候我花了一点，剩下的我全存进去。我没剩多少了啊，两个月工资够不够？都可以。我现在就去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楚小姐，那个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这个我不能收。陆叔住院以后，公司都是你们打理的，你们还经常去帮我看他，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。楚小姐，你就收下吧。今天如果换作是我们受伤，陆叔也一样会这样对我们的。再说你要实在心里过意不去，以后等他好了，他自己还给我们呗。你收下吧。这个我真的不能收，放心吧，我马上要去龙天上班，就会有收入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。行，那这样，这钱我们替你先收着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随时跟我说。初瑶，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，虽然有点小，你先将就一下。已经很好了。单总，有什么工作需要我接手的吗？啊，你先不用这么着急，
我还没有准备好让你这么快就忙起来。哦，我可以理解，毕竟我刚从龙翔过来。要不这样，我可以跟龙天签一份协议，保密我们工作的计划。不是因为这个，现在洛叔那边需要人照顾，我不想给你安排太多的事情。李总监，以后有的是加班的机会，但是现在洛叔他更需要你。谢谢啊。前几天太忙没来得及，我今天已经让丹丹去医院交了洛叔的手术费用了。不用，我已经凑的差不多了。你和丹丹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。我们不是之前说好的，你来这儿上班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洛叔，我负责费用。我已经通知了财务部门，从这个月开始，你可以收到1/3的薪水，剩下的就是你还我的钱，不要有心理压力。你先收拾收拾吧，我先去忙了。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。但是啊，能不能站起来，还得看他日常的这个康复训练。接下来的事情啊，你们家属要帮他督促一下。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，病人需要很大的毅力。如果半途而废的话，我们也爱莫能助了。啊，谢谢。手术非常成功，他的这个神经系统已经自然吻合了，并且有了知觉和自然反应。不过，接下来面临的是更为艰难和枯燥的训练过程，能不能站起来，全靠你自己的意志了，小伙子，加油！洛叔，哎，起来！
生说了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只能一步一步走。我是看在小善的面子上啊，才投你们公司的。结果呢，到现在为止你们什么都没做出来。我还听说你们的负责人李洛书已经站不起来了。小善可是在我这儿立下军令状的。如果你们再像现在这样什么都做不来，那小善的身家可就全都被你们输光了。这个责任你们负得起吗？我是看在小善的面子上啊，才投你们公司的。到现在为止，你们什么都没做出来。小善可是在我这儿立下军令状的。如果你们再像现在这样什么都做不来，那小善的身家可就全都被你们输光了。哎，三百方向有人。啊，快点快点！哎，我打打打打打打！哎，我倒了，我倒了！哎，你慢点，拉我拉我拉拉拉拉拉我拉我！哎，那边还有人，那边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等会儿呢，还有人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不想干了是不是？常大乐，产品 UI 做完了吗？后台优化了吗？洛书住院，你们放假呢？那个，对对对，司仪，你说的对，我们错了。之后那个优化完了吗？后台正在跑程序，我回去大家玩一局游戏，这个。缓解一下那个紧张的情绪，然后劳逸结合，不是效率更高吗？你说对吧？哎，不是，司机，真生气了！我发誓，真的是我们干完活在后台跑程序，我们才玩了一把游戏。今天投资人见的不顺利，常大乐，你们知道外面怎么传我们吗？洛书住院这么久，大家都说我们初心快倒闭了。是，我们是拿到投资了，但那是单总拿自己身家担保换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单总，我们几个月都交不出产品，对方已经开始怀疑我们能力了。这个时候你不想想办法，你还带着他们打游戏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心里除了想你之外，就是在想初心了呀。但是单总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，对不起，司仪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错了。你一直让我对你放心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司仪，钱总，我们公司的广告植入报价您考虑的怎么样？哦，我看了你们的资料，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高了？更新第三代，说是升级，但没有任何亮点，用户量的增加也有限，本身用户的活跃度也不高。钱总，可能您那边的资料还不够全面，有些数据还没有更新。我建议啊，您可以看看最近的实时数据，我们公司的用户数量绝对是数一数二的。A-Change 很快就会成为业内的龙头。按照我们现在给您的报价，您所得到的广告效益将会远远超出您目前所支出的。而此时在我们非遗投放广告，那性价比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。可是据我所知，之前龙翔想出售你们的股份，但龙天人的报价还不到你们的一半，所以这个事儿很影响我们公司市场部门的评估啊。还有一个新的科技创业公司，叫初心科技，主理人还是李洛书。看来钱总还不知道吧？李洛书已经残废了。什么？哎，可是我明明听说单依安找人投资了初心科技啊。如果您不相信，您可以去医院看看。我说的是千真万确。相信您应该也知道，
以前龙翔资本的前两位董事长韩耀明和郭江峰的事吧。韩耀明的原本的准儿媳就是李洛书的姐姐，而李洛书正是因为郭江峰的疯狂报复，现在才躺在医院里。那初心科技，相信我，没有了李洛书的初心科技将一文不值。吴总，您是想要我们做首席赞助吗？当然。喂，老方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交个底儿啊！你们公司的资金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要不然这三期款你也不可能拖我一个月吧？这两天呢，我已经跟投资人呢讨论这个追加投资的问题了啊，你再容我两天啊。我缓不了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资金不到账的话，那建筑我只能用人造石材了。我之前就给你推荐过很多石材啊，你不用，你非要用最好的。这人造石和天然石看起来差不多，这价钱却差了很多。这样一来，你的成本也能降下来啊。不是，不行啊，老刘，你我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是吧？你知道我的脾气啊，这建筑材料啊，必须按我指定的，这个没商量啊。哎呀，老方，你也体谅体谅我。你这么一直拖欠着，我实在没办法跟底下人交代啊，到时候他们只能停工。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给你一个答复。哎。什么事儿？好消息，龙翔同意追加投资了。没有，咱们的计划书给他们之后就没信儿了。这龙翔怎么回事啊？这董事长一不在，这就乱套了。那有什么好消息啊？刚刚发布的名单，咱们的商业综合体获得了世界建筑节的设计大奖。嗯，有奖金吗？没有。那管个屁用啊！我现在需要的是资金，方总。虽说没有奖金，但是世界建筑节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设计奖项，这个对圈外人可能没有多大意义，但是很多外国人认这个。你想想，等咱们完工以后，完全可以凭借这个吸引外资入驻啊。有点道理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手里就有筹码。跟龙翔谈追加投资的事儿了。哎呦，方总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坐坐坐，让您久等了啊。哎，黎副总不来开会啊？黎副总，方总您还不知道吧？黎副总已经六盟高就了啊，在龙天资本那边上班呢。哎呦，这么好的员工你们都留不住，嗨，哎。那个万和送来的计划书你看了吗？看了。其实这个计划书啊，应该更新一下，因为我们新兴科技综合体啊，刚刚获得了世界都市高层建筑学会的设计大奖。哎，这个大奖，那对外企那是很有。打断您一下啊，其实吧，方总，我们龙翔跟万和已经合作了这么多年了，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您也是知道的。万和有许多项目在收益上并不是特别乐观，不过确实，新兴科技综合体是一个很不错的项目。我们龙翔也投入了很多的人力、财力，但眼下来看很难追加投资。啊，不是，但是这个项目那有着巨大的潜力啊。这些我们都明白，但抱歉。那我还瞎耽误什么功夫啊？告辞，慢走啊，不送。方总，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应该去找银行贷款呀。哎呀，买地的时候我都走了一轮了。哎呀，单总，哎，我给你交个底吧。我这个项目啊，利润有限，
如果全部靠这个银行贷款的话，一旦销售不好，那容易坏账了。你看，你现在这种状况，你让我怎么有信心投吗？你们现在能找到我，想必是龙翔那边应该也把你们给拒了吧？不是，这个之前那你不是想收购这个我们万和的股份吗？你要愿意投资，咱们还和上次一样啊，我可以出让一定比例的股份。没错，我是想拿到你们这个项目的实际操控权，但是龙翔他们也拥有你们的股份，而且数额也不小。就算我现在投了你们，我的话语权还有权益也会被大大的压制。我花这么多钱当个二当家，这亏本的买卖我龙天也做不来呀。哎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们按这个项目结算，这个项目呢，根据您的投资，我会给你想要的实际操控权和收益，怎么样？行，我考虑考虑。丹丹，嗯，前两天西湖国际马拉松邀请赛第一名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？那是我训练出来的选手，他以前是严重的跟腱断裂，但是在我的训练帮助之下，不仅是能跑能跳，而且还拿了马拉松赛的第一名。我跟你说啊，李洛书这种情况对于我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儿。我已经给他制定了好几套训练方案了，不仅能够训练他的每一块肌肉群，而且还特别有乐趣，到时候我让他想停都停不下来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？我还是去跟李罗叔说吧。罗叔，你看我把谁请来了？张教练，你好。罗叔，没想到吧，咱们身边就有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，他跟我说他之前给受伤的运动员做过康复训练，后来参加马拉松还得了冠军呢。哦，那个是针对专业运动员的肌肉恢复训练，跟这个不太一样。哎呀，发挥你专业技能的时候到了，现在洛叔这个情况就得你这种专业人士指导呢。对不起啊，丹丹，我只会肌肉和关节的恢复训练，像他这种情况太复杂了，还是听医生的吧。你刚刚在门口还跟我吹牛呢，你现在怎么怂了？丹丹，不要为难张教练，这也不是他的专业，没事啊。那个，罗叔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啊，你，哎，你别走。来，我们继续。搞定。大乐，我把个修复好了，发给你了。胖子，还没弄好？嗯，我也搞定了。大乐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就放进去再跑一次。收到。哎，你们俩最近熬了好几天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直接就改了。不是说宵夜吗？宵什么夜呀？我看看你那肚子。减肥吧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减肥了？我不是，你拿我手机干嘛？咱一块减，我帮你减肥。四爷，最迟明天就能弄好了。大乐，嗯，我那天说你们什么都没干，是我误会了。没有没有，是我的错。本来在公司就不应该玩游戏的，我现在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了，就原谅我吧。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个荣幸，来请牛小姐再一次进行小龙虾的实验呢？你刚不是说你要跟他们干什么检测？就干活吧。说明天。行吧。你不说话，我当你答应了啊。
韦司仪，我已经到那个店里了，但是你不着急啊，你来的时候注意安全。老板，来壶扎啤。好嘞。喂，孙总你好。哦，哦行，哦我知道了，那我现在过来吧。嗯好。哎，我去找一趟孙总啊。孙总，刘小姐到了。哦。孙总。刘小姐啊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临时邀请你过来，因为今天晚上的飞机我就要离开，所以麻烦刘小姐了。您太客气了。您电话里说对我们的投资有所变动，具体是什么意思呀？哦，是这样的，贾总吩咐我，出新的投资的事情啊，要我全力配合。但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公司也有公司的规定，贵公司的计划书做的是相当的漂亮，但是我也了解到了贵公司的CEO近来身体有些不适，所以导致贵公司的产品迟迟没有出来。这个时候要我们拿出钱来，我还真的是有些担忧啊。孙总，您的意思我明白，是我们李总是住院了，但是我们公司的运营并没有停止，而且我们已经完成了产品的初步搭建，您如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展示给您看啊。哦，是吗？好啊，牛小姐，那就还请你给我这个老古董好好的上一课。那我们里面说吧。你稍等。刘小姐，我有一个问题。您目前演示的与您计划书上仅仅所说的其实还是有些差距。那么我要多久才能看到贵公司的这个产品？孙总，一款产品从策划到上市是需要大量时间去调试和不断完善的。所以牛小姐的意思是，短时间内我是不会看到贵公司的这个产品的，是吗？孙总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给我们足够的时间，我们一定会让你满意。牛小姐，我们的产品从生产到实现利润平均只需要一周的时间，您是要我遥遥无期的等吗？我们产品调试是需要时间的，这个时间我们没有办法省略，这也是我们对投资人，也就是您的尊重。牛小姐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今日的情况我会如实的反馈给董事会，也请牛小姐明日给我的秘书一个准确的时间，这样我们才好正确的评估有关出新的投资。孙总，我们这边。进来。孙总，时间到了，应该出发去机场了。好的。牛小姐，今晚辛苦您了，具体情况我的秘书会跟你联系，期待您的好消息。牛小姐真是后生可畏啊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合作下去的理由，也让我这个老古董好好的开个眼。老板，我来杯扎啤。
你说他在干什么？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，走开。到谁了？到你了。哎呦，你说是不是生气就应该说出来？是不是应该说出来？没有必要这样。投资人比我重要，比我重要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投资人比我重要，是不是啊？我谁都比不上，是不是啊？常大乐，好像不是你啊。走呀。不走，我要在这儿等司仪。等呀，司仪。你看看我谁？你谁啊？你看看。看不见。走。不走。走呀！我要等司仪。走。不。我就是司仪。你不是。你看看。你不是。嘿。我要等司仪。走，我就是司仪。走走走走走走。不。快快快快快！我真的。我要等司仪。司仪，你在干什么？解放了常大乐的鸽子，常大乐还喝醉了。那今天就沉默保平安吧。我们十分钟后开个会啊。哦。我能先上个卫生间吗？去啊。哦。等着。我们现在时间紧迫，我刚刚已经按照以往的经验算了一下时间排期，我们最快也需要6到8个月才能完整上线。如果我们大家牺牲一下的话，可以保证争取在6个月之内完成。但6个月，我就怕对于孙总来说，6个月也太长。
如果我们减少几次调试，时间最少可以缩短一个月。不行。我们得保证质量为先。如果我们省略调节时间直接上市的话，那么日常使用的之后再出现问题，就不仅仅是一个小 bug 的问题了，那一定是一个 bug 套着一个 bug， 到时候解决起来更麻烦。对，而且如果客户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，就不是一个投资人的问题了，后患无穷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已经联系过单总了，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，希望他能够帮我们找到转机。现在说那些都没用，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抓紧时间工作。喂，楚小姐。一会儿见着洛叔，注意你们的行为举止啊。楚小姐说她最近心情不太好，咱们是来给她送关爱的，别回头变成给她添堵了。洛叔是真的站不起来了？那怎么办啊？咱们要不要给公司加个轮椅通道啊？刚跟你们说注意你们的行为举止，说的就是你俩，把嘴闭上。哎，怎么还针对起我俩了？行行行，一会儿见了洛叔，我全程微笑还不行？就是啊，我们不也是为了洛叔着想吗？再说了，咱们洛叔是谁啊？能那么脆弱吗？李洛叔以前是不脆弱，但现在这种情况搁谁身上谁受得了呀？他一直习惯把什么事都自己扛着，本来压力也不小，现在是自己出事了，真不知道心理上他会给自己加多大的负担。我们总得为他做点什么。对，我俩这一进去，然后干瞪眼看着他的腿流眼泪吗？你俩把嘴闭上就是最大的贡献，好吗？楚小姐，洛叔现在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因为复健的进度，情绪挺不稳定的。你们帮我劝劝他吧，让他摆好心态，不要着急。去吧。洛叔，我们给你带了好多东西，快快快，拿出来。哎，洛叔，你看，游戏机、手柄、体感仪，还有投影仪。按摩油、推拿宝典，我们这为了你这腿啊，可是专门去找老师傅学的按摩手艺。来，张宇，咱给洛叔按。哎，等会儿，按摩这个事儿还得我来。我上次腰不是闪了吗？司仪带我去了一家中医推拿馆，后来我和那师傅成了特别好的朋友。那个他教了我两手，给你试试啊。哎，是吗？是啊。你轻点儿，放松放松。我挺放松的，是你太紧张了。哎，洛叔，我们这两天可是搞了个新发明，我们准备把你那个轮椅改成智能的，给你安个遥控器，拿遥控器可以前后左右，你想往哪儿拐往哪儿拐，随便跑。再安上那个液晶显示屏，触控的，想听音乐、玩游戏、打字。工作，你只要能想到的功能全给你弄上，怎么样？对呀，以后你就不用离开轮椅，就能知晓天下事，去寻找人生与宇宙的奥秘。那个，咱们公司楼下，要安一个轮椅的专用通道，洛叔家的楼梯也要改造一下。对，你们两个是算好了我站不起来是吧？呀，不是。洛叔，他们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，开个玩笑。我就是不希望你们因为我的事情分了心。毕竟初心科技将来还得靠你们。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啊！这初心少了谁也不能少了你啊！就是。你是我们大家的精神支柱啊！赶紧跟我好起来。初娘。
这洛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这婚期一拖再拖，这还结不结了？妈，洛书不是陪他爸去国外看病了吗？那病还没看好呢，怎么能回来呀？那为什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啊？啊，这态度就不对嘛。说不定他最近比较忙呢。你跟妈说老实话，你是不是跟洛书分手了啊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真的？我先走了啊，妈。嗯。哎，出去啊。啊，我出去一趟。嗯。楚瑶怎么了？那孩子看着脸色不对。我觉着啊，这初瑶跟洛书肯定有问题。若回到那一天，定格你笑脸，若不知我的心愿，结局如何改变？若我能让时光重演，选择倒带的时间，若我能让旁人淡然，冲破绝望的昨天，记忆的边缘有你最大心结，愿我温柔生命倾注全部岁月，此后的情我尽全力书写，抹掉此心悲切和所有离别。若我能让时光重演，选择倒带的时间，若我能让旁人淡然，冲破绝望的昨天，记忆的边缘有你最大心结，用我温柔声音倾注全部岁月，此后的情节我尽全力书写，抹掉此心悲切和所有离别。流水的匆匆，只因掠过彩虹，你是一抹春风，吹散我的寒冬。人生这场梦，点燃你的夜空，要我一世守护是最大光荣。人生这场梦，点燃你的夜空，若我从未触碰，该何去何从？